闺蜜和她弟弟谈恋爱是种什么体验？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这边也黏黏。好。陛下，我弟在你们公司实习的怎么样了？好好工作，别一天把心思放在讨好领导上面。陛下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放心，既然你把你弟弟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。大宇，你干嘛？小心你姐。最近为了躲开我姐，都没办法见面，想你了吗？油嘴滑舌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衣服上的香味啊。陛下，下班一起去逛街。怎么想的？甲方很不满意。陛下，我们家大宇刚出社会，你多担待点啊。走吧。姐，你用的什么洗衣液？我衣服到现在都还能闻到香味。这个啊，立白大师香氛洗衣液，它能持久留香72小时呢。这么厉害？而且人家还是找法国香水大师 Kelly's 调的格拉斯玫瑰香呢，高级感满满。哎，姐，你怎么把所有衣服放一块洗啊？不怕洗不干净还串色？它有天然酵素搭配护色因子，能去污不去色，不同颜色材质的脏衣服洗了也能亮丽香软。哇，那咱得多囤点。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真该囤点了。趁最近9月9立白感恩欢购节，还有更多好用的立白产品有优惠呢。而且抖音搜索关键词立白小飞盒，还有机会获得好礼哦。我得看看去。差不多得了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你在这抢劫呢？哎，你吃这么多香蕉不怕窜稀啊？刚好最近便秘。这小子处对象了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陛下，我弟不知道到这儿找谁来了，我先来你这歇歇。陛下，你们姐那个让你说话了吗？这香蕉怎么在这儿？挺眼熟的哈，这零食好吃吧？多吃点。姐，这个是……你别说话，洗衣服了吧？这玫瑰味儿挺好闻的啊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你拱我白菜就算了，你居然拿我的东西去讨好我辛苦种的白菜？不是姐，不是姐啊！我错了。王，你没事吧？哥哥，我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事，我来呗。喂，那边来两个土包子，他给我把球给我送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都是教育的漏网之鱼啊你！咋的？还不道歉？算了，我待会儿要赶去参加故事集团补助金的颁布会，你们给我道个歉就好了。补助金？他俩还真是穷鬼。想我道歉，门都没有。没门儿！是没赶上啊。你也是来参加补助金颁布会的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这不是故事集团面试太难了吗？本来想趁他们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毛遂自荐一下的。哎，要是有辆小车就好了，就不怕赶不上。看来只有老老实实准备面试喽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要不要我陪你去辅导员那儿问问补助金的事儿？哦，不用，我靠自己也行的。你叫我大宇就好了。人穷志不穷，好励志，很喜欢。连麦了，林动动。你要是跟着东哥混吧，带你薅羊毛去。这什么大头菜呀、好歹是人肉嘛。不是东哥，这是人参。小小年纪还感叹上人参了，快吃。吃完我们再去跳蚤市场淘一点便宜又好用，而且学长学姐亲手做门底子的面试白皮书。听说今天还有奇骏的展览，这也有羊毛能薅啊？当然啦，只要不到19万的给力价格，就能享受搭载第二代 ePower 前后双电机和 eForce 雪湖电四驱的车程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它是油车，但是开着和开电车没区别，还不用担心没有充电桩，也不用排队几个小时等充电，更加方便省油。而且有好几种驾驶模式可以自由切换，什么路况都能轻松应对，这还不是说走就走啊？这么大的空间，能和一大帮朋友一起自驾游了，这难道还不是天大的羊毛啊？听说开起来的感觉啊，那叫一个爽啊！喜欢就买呗。那不得等我成功入职故事以后，咱得加急了才能来迎娶他回家。东哥，你真的很想进故事吗？我有办法给你弄到面试金。别开玩笑了，咱不信搞那些投机。不是真的，我真有办法。走，老老实实刷题去。行啊，你小子真让你压中不少题。哎妈！我怎么又是你啊？赶紧给我保卫道歉。他撞的我还向我道歉？你不如现在直接睡觉，做的梦来快。你我算了。今天懒得跟你们计较，你们这种在故事集团没有关系的穷鬼，你想干嘛？谁说他没有关系？我就是他的关系。顾总，您的笔记本。
顾总，他是顾氏集团的顾总。这两位的面试资格取消吧。集团不需要这种顾氏极端的人，顺便找找这二位在顾氏到底有什么关系，明天再谈办理情况。不是，你是顾总，那你这件事你也领补助？我是代表集团去发补助金。你不是说这车动力很足，开起来很爽吗？东哥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？好，大宇，你真出息。等等我。不是，你走路不长眼。我这身衣服可是意大利高级手工定制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那你知道你刚刚摔在地上这条锦鲤楼兰价值多少钱吗？不是，你一个臭卖鱼的还跟我碰上词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……什么东西好臭啊！原来是你的嘴啊！你们俩隔那么远，他怎么碰瓷啊？哎呦，这不是我前女友立夏吗？怎么，这碰瓷的人你也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但是不影响我拔刀相助啊！而且我忘了告诉你，那天有摄像头。你这脾气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多了。难怪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嫁不出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男朋友了，比你高，比你帅，比你有钱。这么有钱，正好我过几天订婚宴，敢不敢叫上你男朋友一块儿啊？来就来。好，我等。刚刚谢谢你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？你一天工资多少钱？翻个两三百万。我给你一千，假扮我一天男朋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锦州。锦州？好像有个什么集团的老总也叫锦州啊。不过看上去应该也不像你。你先跟我回家吧，我们看一下后续怎么安排。有点意思。走吧。那上面的内容你看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确定吗？是有点多。那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最近天太热了，我这脸老是出油，有点不舒服。晚上湿敷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快看，记一下。光是湿敷可能没什么用，你试试这个，氨基酸系配方的。应该会有帮助。这和普通的洁面膏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呀，是詹科家的新品氨基酸洁面膏，特有的微密美容泡沫，可以深入毛孔清洁。确实，这个泡沫好绵密，像棉花糖一样。成分里还添加了米萃发酵精华、蚕丝蛋白精华和双重透明质酸，洗完脸也不会干涩紧绷。淡淡的花香，好好闻，你闻闻看。你洗好了就先睡吧，明天早起才有精神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哇，最新款的保时捷，小男友好帅，好有钱啊！这车租的不错，等会儿多给您200小费。好。哟，这不是上次碰我瓷那小子吗？怎么不卖鱼了？这保时捷租的吧？你一天到晚不阴阳怪气别人不行是吗？你男朋友不介绍一下？你好，我叫景州。什么？他叫景州？那你下一句是不是该说自己是锦氏集团总裁锦州啊？不然呢？看见没，锦氏集团李副总跟我可是朋友。你说你叫锦州，敢不敢让他过来跟你对峙一下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不是说跟他是朋友吗？你就把他喊过来啊。你收着点。哎呀，放心。哼，怎么他没有跟着你一起过来啊？他说他忙，等会儿再来拆穿你这个冒牌货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离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要不我来试试？哎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上赶着丢脸。小李，你过来一下。子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您刚刚叫的什么？这位就是我们锦氏集团的总裁景总。景总。啊，刚刚是我有点不识泰山。我还是喜欢你刚刚目中无人的样子。对了，他说你跟他很熟啊。我压根不认识他。以后和锦氏集团有关的业务和地方，我都不想看见他，好吗？小林总，打算什么时候官宣啊？工作和生活不想混在一起吗？好好好。又在给你那个小助理擦屁股呢，他要实在不行把他给开了吧。开一个小姑娘在大城市也不容易，再多教教就好了。哎，你就是心太软了。那你先动吧，我去车库等你。好，待会儿见。柯总，
梦姐，怎么才来？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，自己要多上点心才行啊。是。洞洞姐，刚刚柯总来是……他要实在不行，把他给开了吧。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。哦。柯总今天也要参加咱们的部门会议，你发言稿准备好了吗？还没呢。小景，我让你去跑客户，你就打扮成这样？没有，我想着见客户穿正式一点。那也不能打扮成这样啊，你看你这头发都沾上汗了，还乱糟糟的。这样，我公司放了平时运动完用的洗发水，你去我休息室的浴室里冲洗一下，我另外给你找身衣服。可是柯总下午的会议，会议就更不能穿成这样了，我给你找身运动服也比较好。不用了，洞洞姐，真的不用了。这个项目我公司特别看重，大家好好准备，散会吧。洞洞姐，这个项目可不可以交给我去做呀？不行，可是有野心是好事，但你现在的能力啊，还撑不起这么大项目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假惺惺，明明是你不愿意给我这次机会。欢迎回家。健完身出了满头汗，又油又痒，难受死了。你先等我洗个头。怎么没在公司洗啊？放公司那套洗发水我上次送给小景了，还没来得及补上呢。又是那个小景，头皮总算是透气多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记得你以前也没洗那么勤啊。以前的洗发水洗得平了就很伤头皮，现在换的这个极简植物成分的洗发水我才放心天天洗。它里面有迷迭香和母菊花的植物精粹，不但能呵护头皮滋润发心，闻着也特治愈，还添加了 AMT 洗净成分，可以温和深层清洁污垢，减少发丝蛋白质的流失，强韧发丝。配方也是无硅油，下次见你妈妈的时候啊，记得提醒我也给她带一套，她肯定喜欢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明天就要见客户了，你再帮我把数据核对一下。李总，马上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项目书。柯总，小林总，这……小林总，你这个数据是不是统计错了呀？见笑了，李总，这次确实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马上重新做数据。啊，没事。啊，李总、柯总，我这里还有一份方案，要不看看？怎么，看了你亲手篡改的方案，还是看你从洞洞那儿偷走的方案呢？你们怎么？怎么，我们什么事都知道了是吗？小景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了吧？是。你方案能给我，吃的用的什么都能给我，那为什么这次机会就不能给我？有你恩生未成。什么待我不薄？你就是在看我笑话，看不起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进了这个公司，成为你的助理。之前合作的客户不知道对我有多满意，离开了你，我只会变得更好。该后悔的人是我。